欢迎收听神中课，经历基督的真实。今日是7月4日，题目是不只是一帆风顺。今日的全心节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4节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今日的内文，每逢周末都会有很多的电视报道家在各个广播电台主持宗教性节目，如果你收听，一定会听到其中很多都是鼓吹成功神学。他们会告诉听众听，只要跟随耶稣，人生就会变得更顺利，我们会健康又有钱，比较不会遭遇困难等等。这种论调是很讨喜的，能够为这些人赚进大把的钱，只可惜他们的讲法有很大的漏洞。那个就是大部分在新约圣经里面描述的使徒，也都是新约的作者，他们的人生离一帆风顺可差得远了。耶稣应许我们的并不是和顺的人生，只要对耶稣的生平略知一二的人就会一定看得出这一点。然而他确实承诺我们，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希望。今日全心节的写作背景正是西元一世纪，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中已经有些信徒逐渐开始凋零，他们的亲朋好友正是面临失去所爱之人的伤痛。如果是现代的基督徒，可能会想话俾帖撒罗尼迦人听，无需在丧礼上面伤心流泪。但是保罗本人不是这样讲的，他不是要我们不要难过，而是要我们不是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这样哀恸。目前基督徒还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，我们就好像其他人一样受到疼痛受苦，痛失所爱。耶稣提示过我们，他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真的要这样的话，信耶稣的人有时候活得比人家更加辛苦，只要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，必然是会尝到罪恶所造成的苦果，这个是任何人都逃不到的。但是我们还要额外忍受那些不认同我们信仰的人对我们的轻蔑讥讽，所以是的，我们当然是会哀伤。非信徒会遇到的事，我们也都会经历。我们过的是货真价实一刀未剪的人生，如同耶稣，我们会感觉到疼痛，也都知道孤单和被拒绝的滋味。他在世界上面受过苦，我们也都是一样。不过我们的哀伤和其他人有本质上的不同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战胜了我们最大的敌人。尽管死亡终究会找我们每一个人，但他无法困住我们，因为他无法困住我们的救主耶稣。我们知道耶稣会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届时他会将所有的悲伤变成过去式。